收看《爱豆超级访问》。哇，请看漫山遍野的这些灯都是为谁而亮的呢？两个字。哇，这个场面我跟你说，这个夏天就看到两次，一次就是在超级访问现场，一次就在南非世界杯。这一位是我们前韩国一个偶像团队里的一个主力队员，而且听说他很有学识啊，会中文、英文、韩语和多种语言。听说呢他很有才，都会什么呢？会各种舞蹈，街舞、机器舞、爵士舞、拉丁舞，各种民族舞全都会。哎呀，我特想看他跳肚皮舞，还有钢管舞。这个偶像明星呢，今天来到我们现场呢，大家都很期待。我们下面就要坐回我们的摆渡车，马上请出我们的特别来宾韩庚。兄弟，我，我，走，哇，这好先进啊！啊，但是你从小没受过这个教育吗？司机开车的时候要坐下，要系安全带。我能玩一下吗？来来来来来，你来玩一下，来来来。哎，怎么弄啊？来来，往下，往下按。哇！太道具来的，来来来，把车开回去。好，来，谢谢大家，大家请坐，谢谢。我听说今天来的人就是地域非常的广，有是我们内地的，有港台的，好像还有东南亚的，日本的在那边，日本的在那边的那边。来，韩庚先给大家打个招呼了。大家好，在这又见到大家，很开心。还有这次第一次上到这次超级访问，李俊杰还有大俊哥哥见面，我们早就想请你们来了。对，因为想七个人太多了，一直等你单飞以后请你。刚开场的时候他说的，他特期待的两种舞你会跳吗？肚皮和钢管。你相信我照样能跳。你看我们这儿有一根杆，只不过是横过来的。钢管今天现在没有，肚皮舞就我们看看感觉好不好。感觉啊，肚皮舞。肚皮舞。哇，我觉得你跳起来啊比坐着要有魅力，要不就一直这样说好吗？看没问题。大家好，我是韩庚。我不会跳，我只有秧歌了。那个更新那个唱片，这个前期准备了多长时间？我现在一直在准备，很累。哇，谢谢，哇，好开心。亚洲超人气偶像韩庚做客超级访问，超级访问作为唯一授权媒体走入韩庚的温馨小家，独家拍摄记录分享韩庚生活中的真性情。因为我这次是第一次做客超级访问，也想给大家展示一说不一样的，在生活中的韩庚，在现场呢会给大家还有不一样的惊喜。韩庚现场爆料地下车库遭遇极致恐怖事件。我开车过去之后，我看车里有人，我就把车停去，马上就看那个老奶奶就过来了。哇，奶奶飘过来了。速度很快了，就过去了。这种风格类型性格气质的超级美女空降节目现场，与韩庚现场联谊互动。刁钻问题极致猛料接连不断，韩庚又将如何应对？所以说你跟这个韩庚的渊源好吗？是他的前任。哎，还有人追过他。你觉得他漂亮吗？很像混血的，很漂亮。怎么长得那么卡通啊？
这个好像羊毛啊。你喜欢女孩一直笑这样的？我麻，我身上起鸡皮疙瘩，你知道吗？感情、婚姻、价值观，现场大测试，究竟哪类女孩能打动韩庚的心？我喜欢你。那你会怎么办呢？我跟他撒娇。不可以。为什么？妈妈委托节目组送给韩庚最撼动心灵的真情卡片，感动全场。我觉得不管在什么时候，我行不行，我不能再哭了。我觉得一步一步的踏踏实实走下去。我希望他能永远开心幸福，这样我能为他做一切。超级访问最完美展现亚洲人气小天王韩庚的真我本色，敬请关注。韩庚1984年出生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，1996年年仅12岁的韩庚只身前往北京，并就读中央民族大学舞蹈系。2001年，韩庚参加了韩国 SM 公司在中国举行的选秀活动，凭借其出众的外形、扎实的舞蹈功底与才华，以3000:1的比例在众多参选者中脱颖而出，成功签约韩国 SM 公司，开始了他韩国主流娱乐圈发展的征程。2005年底，韩国 Super Junior 组合赫然诞生，并瞬间风生水起。韩庚也作为组合中唯一一位中国成员，受到国内青少年的狂热追捧。在整个从艺道路上，韩庚所付出的种种辛苦和对事业不懈的追求和努力，也令他成为当代年轻人的榜样。2010年，韩庚正式单飞，带着首张个人专辑《更新》完美起航。看到了吗？一分钟片花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最有风姿的那一刹那，我觉得他就是跳起来在舞台上那个光唰就起来了。对，有可能在舞台上跟我现在状态有可能不一样。对对，你在舞台上是最快乐的，最恐怖的应该是出机场的那一瞬间吧。哎，讲讲碰到过比较疯狂的事儿吗？你们干过吗？他们真的一直在旁边保护我，我很放心说现在我的歌迷。讲讲最惊险的一次。最惊险，半夜3-4点到我家敲门要签名。敲门我肯定是装的听不见，因为很晚，3-4点啊，两个女孩。我旁边的邻居呢，一个爷爷，他知道我住在这个房间。他最后呢开门说，你们在找谁啊？说找韩哥。不对不对，他不住在这里，他正在住的韩国人，你们快走快走快走。这里住的韩国人。这个是比较麻烦，还有吗？其实车库我也经常碰到一个比较年纪大的一个应该是奶奶。第一次呢，我见着他就说，哎呀韩庚，我知道你住在这里，我已经等了你已经有8个小时这样子，说你能不能帮我签个名。我说确实年纪这么大就挺辛苦的，那我就给签了。完我说可以啊，没问题。他啪抄了一个信封，这么厚的照片。这么厚一摞照片？对啊。奶奶是这个签完了拿照片出去卖吗？我有可能，我不知道。边签的时候他边拍我，哎呀小伙子真好。哎呀，我家孩子特别喜欢你，20多个孩子都等这照片了。20多个孩子啊，就一直在拍，我就叫他躲着签，你知道吗？没捏你脸蛋就不错了。哎呦，这孩子真好。这第一次。第二次来的时候，我是排练完了去吃夜宵，一直到凌晨5-6点我才回家。啊，回到家之后呢，又是那位奶奶。我开车过去之后，我看车里有人之后，我就把车停进去，马上就看那个老奶奶就过来了。哇，奶奶飘过来了，速度很快了，就过去了。完之后还要签名，但是我的助理在旁边。我一看这情况，我说你赶紧下去，我在车上坐。你不能每天就拿一摞过来签名，很吓人。哦，就是挺吓人的。我下面收到一个问题，现场粉丝不要哭啊。韩庚是第一个这么人气旺的偶像，在红的时候他宣布说5年之内要结婚。哎，可以吗？两种意见，那边可以那不可以。有那个固定目标了吗？没有，其实只是一个这样一个想法。我觉得艺人们也需要一些自己的一个正常生活。反正一般的普通人也是在30左右也是结婚嘛，所以那时候也是想的比较单纯。就是过了5年，差不多31左右，我可以结婚。是受什么刺激了吗？比如说看到一副什么样的场面呀？哎，通常结婚都是这样的。我12岁就去了北京嘛，在北京开始学习，就很少有家庭的那样的一个感觉。
就是和爸爸妈妈一起聚在一起，一起吃饭，或者这样的一个家庭的感觉，也很想渴望有一个幸福的家庭，一个好的一个团结的家庭。我觉得你要结婚应该是一个挺好的男人，就特稳当，不会在外面特花心那种，应该。哦，我很好的，我不出去玩的，我连夜店都不去的。真的吗？宅男呀、啊，很宅，就想找一个在我做我的后盾，能把我能整理一下我的其他的事情啊，这一些。就是说我在前面打仗，你把后方料理好了，别惹什么事儿什么的。嗯，应该是。因为现在的女孩子太多了，80后啊，90后也好，她们的想法其实是挺能理解的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请来了四种类型的女孩子，我觉得。也代表着现在很多女孩子的一个总结啊。嗯，我们请这个韩庚来了解一下现在女孩子是怎么想的。来，我们过去一下。来，让我们有请第一位个性火辣型的出场。四种风格类型、性格气质的超级美女空降节目现场，各类刁钻问题极致猛料接连不断，韩庚又将如何应对？所以说，你跟这个韩庚的渊源好吗？是他的前任，哎，还有人追过他。你觉得她漂亮吗？很像混血，很漂亮。怎么长得那么卡通啊？这个好像洋娃娃。你喜欢女孩一直笑这样吗？我麻，我身上起鸡皮疙瘩，你知道吗？节目现场制作，韩庚舞动奶昔，究竟味道如何呢？那个不动。就我想，刚才大家呢，怎么了？超级访问最完美展现亚洲人气小天王韩庚的真我本色，敬请关注。你觉得什么是超级？我觉得是没有级就是超级。你的超级之处是什么？在本期节目中，韩庚在现场制作的是以下哪种甜品？ A 冰沙， B 奶昔。接下来这个环节将非常的精彩，我们将这个请出四种类型的女孩子来跟韩庚做一个亲密的接触。首先呢，这一位她想跟韩庚跳一段现代舞，你能不能满足？没问题，没问题啊。这个类型叫现代火辣型。来，让我们有请第一位个性火辣型的出场。有请柯涵。哦，漂亮吧？我要跳吗？他请你。跟韩庚打个招呼。嗨，你好。你觉得她漂亮吗？很像混血，很漂亮。对，还好我干。来问一下柯涵了，韩庚给你的印象怎样？首先第一印象很帅气，然后很干净的一个男孩子。是，我是挺干净。今天洗澡了是吧？太爽了，我每天洗两次。那问一下你的爱情观是什么？我的爱情观就是希望有一段比较平等，然后两个人之间没有太多欺瞒的那种爱情。现在有一类女孩子很在意你是不是骗我，觉得别的倒是不重要，你怎么看这个？我觉得男孩子嘛，最主要就是一个责任吧，一个责任很重要。善意的谎言我觉得是可以，但真正的是必须要互相，孩子要了解。对，伤及到是非的这些不能欺骗。对对对，好，谢谢我们的柯涵，请到上面就坐。好，来，有请。还有三位。